对战方双风双法，双神木。观战方这边是国标吗？还是怎么说？对面是上了盘丝啊，神木林冰川都清宠，魔王战啊，魔王战，壁垒先清啊，先清一波。对面俩神木啊，俩神木都没出法连，所以说宝宝还能站得住啊。跟了一只直接飞，我操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哇，这魔王炫酷啊，炙烤啊，魔王心经脉，好啊，兄弟们，魔王心经脉炙烤。这心经脉的意思是减少牛劲的回合数，但是你的神焰几率提高，所以他的牛劲起出来才八回合。好，定魂闪啊，对战方虚拟牛劲秒一把，伤害其实一般啊，不算特别高。那虎阵是对龙阵有一手小克啊，有一手小克。观战的上地府普陀啊，对战方上了盘丝，也是普陀山啊，因为对战方上双法系嘛啊，所以说带普陀的收益相对来说大一点。那这个 PK 呢，因为观战是上了地府的，那么对战方的普陀打地府之前，在上一连五三的决赛当中，大家就可以看到了，普陀打地府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好用啊。好，先吃塔啊！对战方是盘丝武装，普陀双神木，普陀是治疗灵石啊，大概率是治疗灵石，点灯血量非常多啊。再直接招孩子啊，驱散，还是用电魂闪的宝宝来驱散。观战方这边魔王身上的牛劲，只不过没驱掉啊，群秒三千、四千啊，双神木也开始群了啊。那这 PK 的观战是要找机会点伤的，对战方是上了武装冠。那么紫禁城这场 PK 啊，其实有一点不是特别好的地方，在于速度的一个问题，因为紫禁城变卡相对来说偏耐啊、偏抗性的一个变卡。那么打双法系的阵容，你抗性就是你防御力其实是没有任何作用的，其实法防高才是关键啊。所以说你变这卡片没有速度，其实舍弃的速度是没有什么大的收益的。那么观战也是出了法防宠啊，来扛对战方的一个双法系的群秒。好，少礼给了主战方这边的一个和尚。观战方是普陀化身啊，地府三辅助啊，三辅助，寡欲令开。对面也是直接罗汉接上，但是这回合魔王被套啊，大概率是不太好出手的。好，大行直接扫龙龟啊，两刀。三刀四刀直接切飞。好，四层风铃，两个法系一起群秒，五千啊，秒过来数据还是非常爆炸的啊。这个龙三有先例更炸，六千七千啊。那么观战回复其实还是可以的啊，但是主战方这边啊，没有女儿，没有一个风师都没有啊，女儿也没上，所以说，观战这场 PK， 你的普陀山这个门派对于颠倒五行的一个要求其实非常高的啊，没有颠倒五行不太好受，回复呢是还可以，因为我三个辅助啊，普陀地府化身三个辅助，那么找机会还能进行点杀啊，大唐有把小克43%的速度加成啊，4%38%的速度加成还是非常不错。好，先挂灯，并且触发了一把双灯。这个点灯血量有点少啊，身上有瘴气主要是。哎，这个单位没有瘴气，点灯就800，那他咒师吗？昨天晚上中奖，你找那个腾飞啊，你找腾飞，跟腾飞确认一下，把码发给我就可以。好，继续群秒啊！速度零式也不至于点灯点800血啊，对不对啊？好，
好，力劈直接青龙龟啊，六百，疯狂吃血啊！这个时候紫禁城这边，也不算紫禁城啊，天王境这边呢，你现在血量不太 hold 得住啊，对面疯狂在输出，那么用武装可以加盘丝这两个门派。其实武装盘丝的双锋双法呢，在当时双锋双法比较盛行的时候啊，其实这个阵容还是比较常规的一套阵容啊，主要是以武装套你塔啊，防你特技，防你罗汉，盘丝走瘴气去压制你啊，这个方法去打的。当前第六回合，紫禁城的天王境之的三个高速单位啊，血量都很残啊。我们是需要回复，还是要血灯啊？和尚呢？少林地符啊，地符要毒。好，罗汉接上，普陀的一手罗汉，再套和尚啊，断力回复，武装非常准啊。好，地符起塔，再少林啊，提前少普陀。好，隐身宠啊，你们对面没有地符的隐身宠也是能扛一扛。那么全民的力劈啊，他。相对的质量比较差啊，没有什么感知啊，这那的花招的啊，没有罗汉知道对面双法吸秒过来压力就不是特别大了啊。那被封成粽子，宝宝双神牛逼！啊，这个双神对于关胜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啊，非常重要的。拉弹窗啊！咱们的这个自行车啊，送的是88，好吧，兄弟们，88啊，88的自行车啊，88红包的自行车，好吧，自行车88概率均等的，送一辆自行车就可以了啊，能参与的兄弟们参与一下，还有最后的7分钟了啊，最后的7分钟，好吧，这一波啊，咱们能上到500票，下一波就给你们开5个100的，好吧，开5个100的啊，好，再凝滞一下，抢一下这个，因为对面武装抗性可能也比较好。啊，对面是用普陀去占了一个速度位置，他抗性好的情况下面，他速度肯定比较慢啊。您试一看能不能拿到速度。好，大死亡先叮一口啊，再亲孩子3900，响叠吧满天啊，没有出，魔王还是被封啊，开封印。好，封印变色，一把秒6000，秒过去还是可以的。那么魔王呢，点了炙烤的一个经脉啊，这炙烤经脉呢，可以增加神焰的一个效果，所以说新经脉之后啊。魔王身上除了牛劲之外，还有一团别的火焰，这个就是新经脉的一个炙烤啊，在第一排单的第一排的那个奇经八脉的最后一个，以前这个经脉呢是抗驱散，现在呢变成了这个炙烤，可以被驱散。那么因为对面上的是普陀三随时长 PK 啊，对于观战这边来说啊，你掌控好机会，只要点杀成功啊，那么你的收益是非常大。好，地府先毒一口啊，继续回血，回血毒加1000多的一个经脉的话，没有点手抓啊，没有点手抓啊。好，和尚群血啊，1100啊，和尚带6治疗啊，观战回复还是比较快的啊，套魔王啊，再中封印很准。好，再平感情孩子对面防御，魔王被套啊，这回合小孩又清不掉。那么观战这边更多的出了血宠来扛，各种隐身啊，各种法防，还有孩子。那么细节还是比较到位啊，双猪指挥啊，对吧？珍宝的指挥团队细节还是可以的，孩子直接按防御。还有4分钟，好吧，兄弟们，没有送自行车的兄弟们可以再送一送啊。距离500票还差了100票，好吧，还差了100票啊。这把能够500票的话，下播给你们开500的，好吧，给你们开500的啊，500的5份，好吧。只要你花1毛钱，概率都是均等的，送一辆自行车就可以啊。那么主战方这边，你现在其实他普陀是持续被封，一直是处于一个非常非常忙的一个状态。这场 PK 如果你想从速度上面竞速的话，
你可以去抓一下对面的一个速度，没事干的时候。但现在地府一般都在堵啊，你普陀的速度啊，要跨过对面两个风系，那这个 PK 就舒服了。那电刀五行全部能挂了起来，那么现在目前为止才挂了一个普陀点的五行之化的电刀五行啊，千速开封印啊，小死亡直接点杀，第九回合推迟过攻，大王状态也还可以，法系可以开封啊，对战王瑞的乾坤套命中，点杀失败。那么凝视了对面武装之后，对面武装的速度明显比关战王那边辅助要慢，大家可以注意到一个细节。好，对战方也是单抽啊，给了关战的一个物理系，三叠的一手点杀1400啊，3500，对面神木非常脆啊，其实，哦哟，颠倒五行，牛逼，这个颠倒五行真的屌。这个就是颠倒五行的一个威力啊，金之舞 miss。那么关战在有颠倒五行的情况下，对面换须弥的可能性其实不大的。好，韩晴再来一手风啊，封印关战还是啊，对面盘丝速度相对来说比较快，普陀又被封啊，电刀挂不起来，罗汉轻松，地府接上了。好，缠珠直接奶啊，2700血，2730，继续一手套套大堂啊，再中。那么金之舞也是消耗了对战方的法系身上的三层风铃啊。好，再给群啊，宝宝神了一只。那么有魔王的持续群秒，对面也不是化人四，对面整体的血量是有点残的。那么主战方这边刚才也曾经想试图的去点杀对面法系，可惜是没有成功的啊。对面力劈比较多，这个时候也是这波力劈要清醒，要不然你血种站不住。他两个法系清虫是非常快的。好，壁垒继续跟，出了奈须弥，大堂的血量还是一个问题。那这种 PK 其实对于观战来说，你如果持续的点杀失败，还是那么带地府的阵容容错率永远是那么的低的，你没花双，没办法。好，地府继续毒来回血，1600回，连毒，宝宝不能毒啊。和尚也是群推来奶，龙龟可以顶大金啊，套魔王再中，我这武装真的转六封印的，速度这么慢一定是六封印，太准了这武装。大狼应该出宝宝了，被套。哎，这回合为什么大狼没有动啊？被效力过吗？也没，普陀是被封的，武装是套了法系，也没效力，为什么没有动？对面盘丝是封的普陀吧，还是效的普陀？啊，普陀被效了。那么肯定是金青被效，要不然大王不会不动，肯定是金青被效的一个原因。啊，顶上一个紫星啊，大唐的血量也是回复到够少。啊，普陀先离盾，寡玉灵再开一手。那么现在普陀的速度是比对面武装快的啊，所以说一旦地府寡玉灵开出来，一旦地府的寡玉灵开出来啊，那么寡玉灵开出来过后啊，主战方这边是，这个普陀是可以随意出手的，颠倒啊，能持续的就颠倒能持续的挂出来，因为你这种三风阵容。这种三辅助阵容带普陀的那种颠倒五行流派的打对面的一个双峰，颠倒五行是非常重要的，非常重要。卖玫瑰花的小女孩中了啊，给她发一个，好吧。发过来了是吧？这么快？
好，给你发过去了，88宵夜给你发过去了，下一波自行车给你们开500了啊，兄弟们，要能冲的冲啊！好，500了啊！自行车，好吧，500了啊！这一波是刚才答应你们的，对吧？到500票咱们就开500啊！好，再次点杀啊！金刚甩上，点杀小死亡也命中了，对战方略前观，一手套法系颠倒五星躲避，有清净而且魔镜激发，龙龟开封，开扫，对面贴了一只。只贴一只不够啊，3000，再来4000，没有直接空切啊，没有直接空切，先力加给魔王，对战方继续群，这手点杀对于观战方这边来说非常重要，三昧生活8700直接点杀成功啊，对面你看这神木林卷过来，你这两个神木林在那边卷你也难受啊，7000的孩子都快飞了。点杀成功了之后还是非常不错的，你们对面上的是普陀丹阵容，那么持续地府有个延长，对面延上女儿村啊，能缓解一下，对不对？你一个法系变成两个法系变成一个法系了啊，状态能缓解缓解。普陀是被融化了，不能动啊，这位合啊。地府被封啊，直接给延。舍身保孩子。11000，那么是武装的速度慢过观战方这边两个风势，其实还是可以的，还是可以的。好，地府孩子直接修罗隐身，嗯，很会玩啊，兄弟们啊。好，魔火纹饰炸一波啊，嗯，对面法防是的确比较高啊，感觉怎么说呢，不太秒得进去啊，龙龟失血。亲孩子，好力皮啊！这力皮输出非常高啊！裂开，这样一来，其实点死对面一把延长过后呢，压力能缓解很多。那么15、16回还能有个两连延，对面反正没有什么用的啊。现在呢，其实对于观战来说，你和尚人心其实也是要叠的。那紫禁城这边，天门镜这边没叠人心，我也搞不。哎，躲避啊！啊，对面小雪灯挂起来，他点死一个，输出去之后啊，他压力就稍微有点大了。地府有瘴气，这把塔应该可以起了。好，起盾。好，再顶个大金啊，有瘴气啊，大金顶过去啊，没有什么大的意义。那地府有2000血，干将。宝宝补全，嗯，点四号秒应该是啊，法系点四号秒，啊，四号也神了啊！我，哦，这个龙三神木是真的凶啊，抗性很差，但伤害很高啊。自行车给大家发放的是500的，好啊，500的啊。自行车是500的啊，兄弟们，没有送自行车抓紧时间都送一个，送一毛钱就可以了啊，概率是均等的，大家可以送送，概率均等的啊，都是均等的哈。好，小死亡再点杀，是吧，直接点杀对战方的一个盘丝，颠倒五行起来就好多了啊，破甲也上了，打得很凶啊，疯狂点。哦，对面金青，这波金青啊是天湾金鸡始料未及的。好，开扫2400，嗯，3000，有干将伤害还是可以的。那么大唐这个时候清风的话，也已经12层了，嗯，对面卡血，嗯，这个血顶的牛逼，
几乎满血的一个单位卡血，单烧四千，没死。好，风犬过来，孩子神，地府快死了啊！主战方这边这波点杀失败啊，其实一定程度上面没有去失断了这回复也是很难受的啊。那如果其实这回合点杀成功了之后，对战方这个一速倒地了之后，主战方面普陀是可以走大的。和上这把，那么这血量这么残的情况下面，和上这把灵元也是要给。自行车抽五百的啊，五份五百，一共五百啊，分五份啊，送一毛的礼物送一送兄弟们，你开始开多开几个号也是合算的啊，你开十个号就花一块钱对吧？中了一个就是一百。好，再延一手，连到了一个五回合。好，缠住啊！和尚灵元这回合指定只能交掉，没办法啊，血量太残了。法莲，地府一丝血，真的地府差点死，因为对面是上了盘丝，身上都有瘴气，你没金青接不出来。愤怒一旦被控，速度被碾压，很难受，很难受啊！大行被落花了，干将下我又点不了。上把突破对面，被对面小死亡解掉。如果这把小死没有解掉，对吧？只是忽略了一个金青点，这个其实就是高手过招啊！你一步错，则步步错。你忽略了一个金青点，让对面金青了。你本来小死亡如果命中的情况下，地府的神器效果，命中小死亡加10%，承受伤害多10%的输出，对面这个就死了。一旦死了之后就是格局就两样了，观战方这边一把双眼对吧，而且辅助系就解放了，因为对面的医术死了。好，笑了地府出千术要顶血了啊，毒一口有瘴气啊，不太好回。好，连毒啊，和尚只能群推了。好，真阳令旗增加对面龙三的一个输出，还有四回合对面龙五就起来了。开卡一个血给地府，地府血量太惨了啊。我操，五千太凶了啊，这神木爆炸，抗性差，全魔极限输出。的确可以驱散一下对面状态，但对面现在法系状态太多了，对吧？颠倒五行也可能会被，驱散会躲避掉。然后他身上转，因为地府现在驱散只能驱一个状态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地府驱散也只能驱一个状态，而且关血量特别特别惨。那么你地府啊，被迫的去毒，对吧？就比如他要密论、颠倒、血灯。一堆状态你怎么搞啊？密润对吧，血灯灵动，你只能去一个，地府现在改了啊。好，对面接罗汉观战顶血，普陀走金啊，把瘴气的状态先解掉啊，那瘴气太难受。和尚再回一波啊，慈悲爆小死亡再杀武装，但凡对面只要出手啊，很好中。那观战大王是有巨剑的，但是吧，巨剑肯定会不给，给了吗？给了没有？给了没有？没有给。群秒加横扫的一手点杀啊，那么也是知道对面法系的抗性的确是不是特别好啊，龙三秒过来特别特别凶，因为对面一个法系要起来了，也是被迫去点，观战方这边没办法。这个 PK 常规的思路，对于观战这个阵容来说，应该就是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四个颠倒，五个颠倒全部挂满，对吧？血灯挂满，那就那样就舒服很多了。但是你在不上风势的情况下面，你要做到这个状态倒是很难。送自行车啊，五百的红包啊，五份，你们一定要送自行车，别送错了啊！送自行车，好啊，送自行车啊！
送一个概率均等的啊，概率均等送一个就行了啊。四个号五个号你随意哈，中两中了两个就是二，就是两百啊，中两个就是两百啊，四个五个号你随意，开十个号也没事啊，概率均等啊。好，再点啊，但是对战方没有小死，给了摄魂，想切死再说，直接空切了。法系他龙三对吧，伤害这么高，输出这么高，肯定抗性特别差，而且势必被小克的啊。对面起来攒了一波风铃，直接风卷。鬼魂了已经，这魔王输出啊，他妈也是晕了。这魔王啊，哼，几百几百的秒，点拉啊，要炸了，要被卷出去了，真要被两个神木卷出去了，说实话。上 PK 啊，我觉得应该让魔王占主伤会好一点，魔王占主伤有38%输出，可能威力就足一点。好，上气啊，直接压。好，灵动，灵动也是增加自己法防，800800，有瘴气就推800。你说这把两个法系秒出来要炸了。啊，罗汉啊，行，地府接上一把罗汉。对战方你看普陀点的1300，非常的舒服。这样回是回的很快的啊。好，牛进了，伤害太差。这点程度上你看到对战方这阵容，他的宝宝一直齐全的，力批一直都在啊，所以说观战的血宠是不太站得住。珍宝双珠啊，打 PK 其实还真有一手，对吧，还真有一手，看到了没有，对吧，虽然对面没有珍宝哥的这种特别好的这种宝宝硬件，但是他宝宝都是一样的，他的宝宝还是站得这么全，看到没有，一样一个道理。好，普陀金了，普陀金清理。这回合对面武装又是一手卡风啊，没花招，他武装必卡风你，他没中，堵了，有点堵啊，有点堵，这手是真的堵，真堵，可能是巨剑啊，这手不过应该是巨剑，对吧，因为这回合是存在被你封印的可能性的，是不是，那么我巨剑点上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稳的。啊，这把魔王窝火焚噬，差点把对面龙三都炸死。这种千术啊，在对面力劈面前根本站不住。500红包概率均等1毛钱自行车，还有最后的16分钟，好吧。与此同时，咱们直播间热度也达到了快80万，啊，兄弟们能送送的帮忙送送啊！好，盘丝又来了，恶心。他盘丝现在也学聪明了，啊，不锋利普陀了。因为锋利普陀之后，我这边地府一把寡欲令开了之后，普陀又封不住了。好，破血先清力劈啊，6000神裂开。好，单戳清理孩子，别连根，法防差，全面孩子法防比较差。那么还是有一手延长的，还是有一手延长的。因为国标阵容你一旦打到，就是你有地府的阵容不一定是国标，对吧，带大行地府阵容，你这种一旦对面是普陀山的话，他没办法吸小死亡的情况下面，他这回复啊是一定有一定难度的，那么你的剑斩点杀的成功几率相对来说要高很多。
观战神的多啊，观战神的多。好，再封普陀啊，对面盘四只，反正无限控，和尚走金星。其实对面武装速度慢也是有好处的，你别说这武装卡封你，你难受对不对？有好处的。好，小死再来点普陀，你他妈点普陀，你点得动吗？这九百防御位普陀啊，不好点啊，很堵啊，但是点杀失败了。三昧真火，哇、哦！哇！这他妈的什么鬼啊！我这伤害搞都搞不懂，传统法系啊，其实现在真的一定程度上面，新版本修改的时候或许有一丝地位。你看他们群秒那么猛，一万多直接没有小死啊，有扯淡啊，点死也没用。魔王啊，点杀还可以。三妹挺凶的，群秒比较一般。神木呢，群秒凶啊，他的风雪残余太猛了，还四层风铃的在，他六层风铃你试试，还九层风铃你试试。好，赶紧起苍白啊！和尚这把被套，再苍白，套地府不让毒啊。孤魂命谱先延掉了，没有双延，那么只能先延掉。本来点死普陀是可以双延的，顶上血，风云变色，六千啊！苗宝宝还行啊，魔王叔叔起了牛劲之后还好了，孩子再神可以，再神，我操，这他妈的不是这么神啊，要炸了，真的。这他妈小神几个怎么打？你这两只宝宝飞了，你下回又怎么搞啊？血量顶不上了。你这样一来，主视角这边，你是这其实这样 PK 啊，紫禁城这边天王金这边和尚不叠人心是一个问题，是和尚把人心叠起来啊，回复还要快一点，群推选的太少了。你如果和尚是选择群推的情况下面，你和尚点，对吧？你点治疗满，你带治疗灵其实也是一个道理啊。好，誓言战敌啊，再点杀，全力力劈，笑了地府，拼了，点普陀，好啊，点马戏啊。大王没出手是吧？不过啊，被普陀打灵动了。好，顶血给地府，有两个盾扛得住，先秒一把两千四。对面群秒，秒全力四千，速度慢了呀！我操！晕死，比面宝慢，他法系没有抗性的，劈出去必死，基本上。这种高功力劈还是你得加一点伤害，加点伤害劈出他法系没抗性的大狼平，刚刚扫过去扫一万多，细节还不够啊，细节还不够，真的。来自行车啊，概率均等五百红包，好啊，最后的十一分钟时间，兄弟们，一毛钱礼物概率均等啊，热度已经被你们刷到八十二万了啊，看能不能再突破一下，好吧。没有送自行车的兄弟都送一个啊！没有开五个号、三个号的帮忙开一开啊！和尚直接拉啊，多一点大堂，多一点上线，那么也要出宠了。对面法系暂时还哦，甘露拉起来了，直接啊，大堂可能会守尸啊，这一手。好，长须啊，直接守 ，OK。好，魔焰砸了一把，可惜没砸死。这把全秒过来很炸，血量巨惨。狂吃大惊，宝宝出来神吃大惊，再顶一个啊，开封印，虚弥也没时间去清啊，这是有法防，你看对面虚弥秒的一个数据就知道了，有法防的一个数据。这把你也没办法，你该拉你还得拉，你对吧，和尚只能舍自己了，你不舍你搞不了啊，血量回不上了，
风普陀没有大射自己啊。对面状态太多啊，小雪灯大雪灯一堆雪灯，你这雪灯雪的一逼。好，甘露拉啊，对面有四层风铃要风卷了啊，刚起来的法系肯定是风卷直接过来，普陀要死，地府可能也要死，八百啊还行，没死人就行，被死血挂住避雷、啊、有只须弥啊，有只须弥顶血了，普陀要死了，死了，双杀裂开是很难很难打的，因为被对面盘丝加武装这两个风系的后期是非常非常猛，巨猛。盘丝有罗华，武装有套，套了药都不能吃，特技也不能放。好，流云泪下武装啊，这时候就要速度了。森宝打 PK 他妈的太畜生，真的。这时候要速度了啊，套盾盾掉，化身又是无效操作，好魔火啊，魔火秒不动啊，没灵动啊，对面全部灵动刷满，没单位拉人了，来兄弟们，自行车能送送再送送，还最后的八分钟啊，五百的红包好吧，五份啊，五百红包五份。这种比赛真好看啊，说实话啊，输赢其实对吧，输了就输了 ，PK 还是比较好看的，这比之前什么女拔木啊这种阵容好看很多，对吧？一毛钱送个自行车好吧，还差两百多个兄弟没有送，这关任务就过了啊，一百五十个兄弟没有送，这关任务就过了啊，帮忙送一个自行车，五百的啊，概率均等的好吧，不会被黑暗啊，不会被人干好吧，你一般你那是送个一毛，别人送个一百，送个一千个两千个你就没办法搞了，你送一毛别人也只能送一毛，再有钱也只能送一毛，是不是？所以概率都是一样的啊。雾中也跑了啊，那么打不了了啊，这 PK 已经结束了。其实，那么看看另外一场结束了没有？好，另外一场银河阿七啊对阵陌上的比赛还在进行当中啊。那么这场 PK 的失败就证明咱们六八只能拿到一分啊。目前是。900096三分啊，六八一分，那么只能看银河阿七了啊，看银河阿七能不能赢。哎，这是这个赛制啊，今天是阵营赛啊，是六八的四支队伍迎战九六的四支队伍啊。